老师有没有啊？主持人有没有啊？完了，给老师好了。那女嘉宾可不可以呢？嗯。哦，那很遗憾哦，那你自己嗨吧。男嘉宾可以轻坐一些，细心一点，不用紧张，不用紧张，微笑。首先很高兴，见到大神本人，然后因为感觉跳舞圈里面会比较常说到你，然后就是感觉很跳 hip hop， 然后就跳很好，然后我就是很高兴跟你成为朋友，然后希望继续
之后继续能跟你就是成为朋友，然后我们认识更多你，然后可以有机会可以一起出去玩，一起出去那个蛋糕，一起出去跳舞什么的。谢谢。好，谢谢男嘉宾。那最后女嘉宾觉得可以跟这个男嘉宾一起走出去做一下朋友吗？谢谢。牵牵手，牵手，女嘉宾，你愿意跟男嘉宾走吗？亲一个也走了，愿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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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男人的就是。前面我因为也会跟进，因为我觉得你我很惊讶，就是你也可以上那个 MeToo.show， 大家互相和解一下，必须必须，多多支持，多多支持。好的，感谢你，也感谢。谈一下你以前的情感经历。嗯，之前谈过一个一年半，然后最后还是因为在上海认识，一起出国，然后最后远距离就 OK 了。就第二轮哦，有像那个你喜欢瘦的吧？现在正在学，可是努力中，有点困难。努力加油！还有不完了，好。果然来的早。我当心里面。我们现在有请亮灯的两位女生，二号和八号经理。啊，这个配色。或者再任意其他两个的出去。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三个人？好像三个人回答。你们是什么星座的？我操，你也信这个？他被射手座拒绝了。可是我没有很处女。因为我很喜欢跟我不太合的星座，金牛。谁都会哦。第一个。就好，你是坚持原来的选择，还是在走其中任意的吗？金牛的。坚持海。Okay， 那谢谢你。请做30秒最后的表白。平常我很喜欢去唱歌，然后假如你也喜欢唱歌的话，以后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今天的剧。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帮你送咖啡到你下课的地方。就你愿意吗？你有什么要说的？愿意吧。愿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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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愿意。我其实也很可爱，但是我。
谢谢。好的，哦，谢谢你，你谢谢你。就虽然失败了，但是还是很鼓励这位同学。你选择的是六号，因为刚刚没有想那么多，今天主要来是为了推广他同学会，所以然后貌似我朋友认识六号比较多，所以说你就选十六号，就我好没有主见。就你最后三十秒有什么对话？对一下，说一下，这高潮这是，争取一下。今晚的付出，也感谢各位男嘉宾和主播们的付出。